到三百八，三百六下降。调个三百，调个个位数、十位数都调一下吧。对，调256。嗯，好的。先按一下这个进入。直接按这个，我重来放啊。直接按一下这个，光标，这个已经光标了，直接移到个位、十位、百位，调200，这个下降了嘛？调200，然后再光标。我们再移到这个256，好了，就按这个，确定一下就行了。